第一天来到马达加斯加，白天的街上，坦白讲，我真的不敢拿摄影机出来乱试。人生地不熟，然后对这边的自然没有说这么重要的了解。晚上走到街道上面是完全没有路灯的，你只有看到来往车子的一个大头灯而已。那马达加斯加安纳帕塔利普首都，它是一个山城，地形崎岖，所以说你在 Google Map 上面找到一条路，你以为可以通到目的地，其实错了。它的地形有高低差，你是完全没办法走过去，你必须要绕一大段路。